万一超市的老板，又来客人了，要离开修罗城，你懂得了我想要的？好困，真的好困。 今天呢，我们是宝清房主再挑战2.0。上次宝清房主的妆大概是2年前画的了吧，虽然那个妆呢有小小的收获了一点大家的厚爱啊，2年后的今天我感觉可以画得更好。所以话不多说，赶紧开始。然后通常 cos 的妆呢都是比较浓的，妆前用一下我最近的这个维稳神器的法宝，也是我的底妆法宝，就是三 C 的这个春光瓶。上次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脸上过敏泛红了嘛，就完全是靠它救过来的。这个用法真的就一个字舒爽。它主打就是强效的舒缓和维稳，用好就瞬间感觉自己啊活过来了。这个是真的好用，你们可以去试试看。现在没有戴隐形眼镜啊，因为今天的隐形眼镜实在太大个了，我想上好几双再去上它。3.1mm Misting 的这种粉底液，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很快速的把它拍开。遮瑕度刷的好像还不错啊，我感觉它的这个粉啊没有很细腻，上脸会有点粉感。这一次的这个轻奢节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是剧情的我就先不剧透了。但是说实话啊，我还是更喜欢第一部。但是我们国漫的这种创新呢，我感觉其实还是要支持的。然后我想让我的整个肤感的质感再好一点，我还是用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白金的这个气垫给它再压一下。 是真的觉得粉有点粗，然后这个气垫就是我用下来它提亮的效果还不错，然后光泽度什么的很好。遮瑕用的是 NARS 的这个，顺便还想就真的想征询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剧可以看？我最近真的剧荒了，你们知道吗？前段时间是在追那个虞书欣和那个金宇熙的那个《海马上头》的，还追了一个赵露思和一个新的一个演员的那个什么《一不小心捡到爱》啊，这两部剧觉得还行，有一点点恋爱的酸臭味。 那最好之后就发现哦，没有剧可以看了。散粉用的是这个散粉倒也还挺细的，就最近已经无聊到去看《还珠格格》了。现在马上《还珠格格》要看完了，跪求剧推荐，什么恐怖片啊、喜剧片啊，好看的这种片都来个推荐吧。这个美瞳戴好，真的看出去周围一圈都是红的，就感觉周围像着了火一样，好红啊！跟你说，这种美瞳真的很影响视力，大家一定要少戴。好，开始我们的眼妆部分啊。 眼影盘用的是这个在某宝上面买的哈，这个便宜到不行的，哇塞！你看这琳琅满目的颜色，最适合画 cos 的妆了。眼皮打底，先用这个腮红，先在这里整个眼睛大范围的铺一个色。我们的宝清房主老狐狸啊，先用腮红的颜色来给自己的眼影的范围打一个底，这样就不容易翻车。好，大概的形状勾好之后，再把这个重的这个颜色上上去，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叠上去。 一直晕到眼头啊，下眼睑这里一下，让这样子大致的形状画好了，那我们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再稍微的晕一下，就是让它这个眼睛就是啊飞到一个不行。其实宝清房主的眼影啊真的很简单，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拿出刚刚的这个腮红的这个颜色，宝清房主的眼影跟腮红就是这样的，是有一个这样子衔接感的，就是从眼影这样的一直斜下来到这个地方，就其实它整体的这个妆面还是会有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戏剧的那种感觉在。画眼线之前，先把眉毛给画一下啊，我们拿一个黑色的笔啊，它的眉毛其实是很平很往下垂的，拿一个刷子刮一下，就是这种非常弯弯的柳叶眉。 眉尾一定要细啊，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拿出我们的黑色眼线液笔，先把一笔勾住它的眼尾，眼尾差不多了，嗯，然后连接这个眼尾和眼睛当中这一段，看到吗？然后我们把这个小三角这里给它填起来。怎样？我今年的技术比之前稍微进步一点了吧？好，然后你睁开眼睛看一下，整个这个眼线的这个形状什么的。 流不流畅？然后是眼头，记住眼睛的当中这里不要画粗，就这样画出一点点眼角。然后我们还是用刚刚那个亨丝的拉线眉笔啊，画一个下眼线。其实整个今天的这个眼妆的感觉是跟京剧有一点像的。
然后下雨天这里可以拿一个小棉签，你可以稍微的给它这样子晕染一下，然后啊修一下我们的小鼻头。宝清房主其实还是比较偏萝莉的这个形态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鼻子修的山根太高，基本上山根到眼睛的当中这里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高了。宝清房主小小圆圆的脸修容肯定是要下一点功夫的，下巴修短一点，要让这个有这个萝莉的这种感觉，让我的脸看上去窄一点，着重于修颧骨。没有办法，我这个人就是颧骨高，真的是没有办法，而且我的脸不萝莉你们知道吗，就是在画这种角色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就没有那种圆圆短短的那种脸看上去那么可爱。睫毛是育儿公主的这个型号我忘记了，到时候给你们打在屏幕啊。相比去年，今年的睫毛我选的稍微自然一些了，就是是这样子比较偏自然，眼尾拉长的这样子的衣服，然后贴呢我们稍微往后面贴一点啊，然后眼尾呢这里翘起来一点，看到吗，眼尾这里翘起来一点，这样可以很好的让我们的眼睛更加一度的啊飞起来。 OK， 刚刚的腮红嘴上这里打一点，这样子可以缩短一下我的人中。然后唇膏先用这个花西子家的这个桃红釉这个颜色先打一个底色。我会发现这次宝清房主它的整体的这个唇色啊是偏棕调的，然后当中叠一个叫狼窑红，叠在嘴唇的当中做一个渐变，然后我们去换个头发回来。谁前生今生见证几许变迁，跌十世苦恋因果